真的是很意外的效果，不一样的编曲。接着下来要唱那个歌，我每次听到那个歌哦，心里都揪在一起。你刚刚在对 K 的时候，我在化妆室，我就想我怎么没想过要唱这个歌？这个歌真的很好听，而且我记得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，好像是高中吧，高中的时候，然后我就觉得哇，那时候这首歌好新哦，对，跟酒有关系，但是一点都。不风尘也不俗气的一首歌。对啊，那一夜你喝了酒，陈淑桦的歌曲，欢迎彭佳慧。我们俩应该先给这个乐队老师还有何音一鞠躬，太厉害太厉害啊！已经哇，那个洗澡不一样，你挑的歌今天都很难唱哦。我把他们给抄了。哎，可是表示就不在宣传期的时候，哎，很奇怪，歌手都是这样。你反而比如说你去 KTV， 你永远不会唱自己的歌。你在有机会要在表演的时候，你一直唱那种别人唱过的歌，然后挑一种高难度最高的。今天其实也没有说一定要很高难度，只是觉得说，哎，这个歌我真的很想唱，而且我也想要在以后在 pop 也希望可以唱到。那一定的，而且大家看了之后一定会去看你的演出，现场的演出。好，好，加油加油！最后一首歌，这个歌是我在差不多九八年的时候，我写了一首歌，然后很幸运的就卖出去，给我的好朋友那个柯以敏小姐 Mindy。他用了这首歌，你自己没唱，还给别人唱，对啊，你好有度量啊！我觉得他唱的真的很好，那也许有一天，我也会拿回来自己唱。但是这首歌我从来没有在公开的场合唱，所以今天又是第一次哦。对，太有耳福了！刚刚来欣赏这首歌叫《想你想疯了》，来欢迎彭佳慧，谢谢。午夜梦回，你知我多少？
你的黑